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听说啊，在我这工作室附近呢有一个大集，好多人啊可能没见过大集。今天猴子带你们去看看大集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走一块儿去看看。穿的那个，他的要五块，三的四两，十七块三十七用的。豆腐脑，豆腐脑，来一碗。豆腐脑，来两碗豆腐脑。啊？来两碗豆腐脑。豆腐脑。嗯，你说的吗？豆腐脑。放点辣椒。油条配豆腐脑这是绝配。老板结账。是吧？啊，是你拿的吧？呀，是我啊。这个，这个骡子卖。骡。嗯。骡，大的十二，小的十块。我给我来个十块。这都是交了工的。嗯，拿两个。这个。两七十。这个七十啊，不是？加八十，加的八十五那。啊，这个便宜点。啊，就给多少钱？六十。没必要叫我赔钱行了吗？真是，咱这房子也不占，你看人家多大块，这是。走，去说。粉色的有。有白色。太小了。这个还行。走，拿个这个，不能十块。好，一样的品牌，不一样的价格，每双十元、十五元。多少钱你？四十，三十。十四嘞。多少钱？这三十一斤。三十斤。苹果便宜了，一块钱斤，一块钱斤，保收保天，不贴不要钱啊！麻酱有没有？啊？麻酱。十五一斤。给我来两瓶来。这啥是就是一斤半啊？好，给我来两瓶。这好的。这好有十三。多少钱？十。少啊这个。嗯。那十六。有这好的吧，大头。没有。多面吧。多面面，现在它太硬了，漂亮的那个。然后，然后再给我拿点大个的。看这个。小红脑，人脑看不见的。嗯，就说细的了，没少。啊，没事。正卷炸面条。都给我来了吧。同学们，这个大集啊，也就这么大了。咱们整个的逛了一圈，
收获也算颇丰了，都是咱们日常需要的东西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大集挺好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玩的，没什么玩的，就是，非常不错。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这玩啊！这是猴店，猴店村的大集。行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再见。